看这个好无？这桥牌拄着诶，桥牌拄着。一开始就第一只，哦，35，真歹，大猩猩抓狂。状况不错，狮子来了。哦，状况没了。哦，这黑白哦，这个状况太帅了。太神奇了，又可以败家了。哦，他当作豹纹了，那是豹纹吗？有啊，你发烧了。哦，啊，那门爱看还怪怪。我爱一只，一阿只几百个鱼。拢是安尼问的，应该是。一记名就安尼爆管的前兆。你看我等数无偌济了，挤满迄五粒，迄有当时啊50吨了，你可能较少个了吧？被小牌用了，我写开一个牌就等于100吨了吧？纯真到二，对啊，就直接说，对啊，就等于100吨啊。第一我自己选，继续觉醒。啊，现在就无啊，系啊，应该都有吧。这样照顾狂咬代币，
下，黄鸟，摘颗。就讲一出来就要死啊！甲这笨手，25，再来，来一下较冷的好无？狮子是上好的吗？好，狮子嘛，好。被打发，报馆的开始，行，要两百呢？两百句，哦，继续期待度加馆呢。60几啊，这是星，100加起15彩虹，98无过就笑下嘛，复活吧，98他哪有可能无过啊？等下拍，复活啊啦，干！就讲98他上好无过，你倒病伊。杰拉库，干 ！Oh my god！ 废物鸵鸟，这是新鲜的。张大哥要上排行榜了。干，复活！哦，三思哦，那个派啊！第一遍升到觉醒，对啊，这我早都拍到底了。而且我搁一开牌，入去 RT 就都拍啊，搁入去觉醒。啊，无就是，再来再搁一开牌。